见到前辈威胁，陈家宝唔敢安慰吴启华。喺拍 M 级仪式嘅吴启华嘅 Angelia 就话自己同佢唔系咁熟啦，因为少年版同成年版系分开拍嘅，好少见面。而且吴启华又系大前辈，所以见到佢唔多唔少都有啲惊啊。因为太真实咧，细个睇佢嗰啲剧啊，情字未有啲，即系仲喺度睇紧。跟住然之后，突然之间佢有个真人喺度咧，我通常见到啲前辈都会怯嘅自己，咁打完招呼就会即系匿埋一边，即系偷偷望下，最多都唔敢。吴启华最近又闹紧离婚，一场相识会唔会安慰下佢咁啊？因为令到我哋啲后辈做，咁因为纯粹系后辈同埋前辈嘅身份咯，咁做朋友都可能未够嗰、那个未够辈份去到嗰个 level， 咁但系祝福佢咯，系啊，佢都好成熟嘅，知道。Angelia 就话想试一行打女路线啦，不过就要 train 啲 muscle 先啦。因为有啲教练睇过，我话你全身咧系冇肌肉的，即系你系冇，佢话我系冇肌肉比例，即系好弱个人。好孱弱，咁而家就努力 train up 緊自己個肌肉個比例咯。咁祝你好運啦、啊！